Oops, my baby, you woke up in my bed. Oops, we broke up, we're better off as friends.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,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Oops, baby, I love you. 好，现在我们给这个小兔子来完成它的身体，然后找另一只糖果吧，不做任何的操作哈，然后塞棉花。好，我们这个袜子的要点呢，就是我们首先把下面要给它塞满了，然后呢在这个部分要多塞一点棉花，因为我们在这儿要给它做下做一个，就是这样做一个兔子的屁股，然后上身呢要少一点，因为它上身要瘦一点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缝啊。我们这样给它折起来。好，首先呢要从这儿开始下针。好，缝过来一针，这一针可能不是特别结实哈，我们在这儿给它缝上一针，收紧一下。好，把这个折起来，看一下啊，折起来。好，从下面往上边缝，好，反复。缝完了以后，把这个线这样搭过来。好，这样缝出来一个兔子的屁股。尽量找长一点的针哈，要不是很好穿过来，不容易穿过来。好，我们这个小兔子的屁股呢，看就缝好了。当然为了更性感一点，我们可以给它拉紧了啊，拉得更紧一点。好，不是特别圆的地方呢，可以用这个针我们给它挑一下，尽量挑的又大又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小兔子的腿这部分和脚给它缝好了啊。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下针，好，最后一针呢缝成这样搭过来，抽紧。好，缝一个角度出来。看起来一点肉肉的就可以啊。
另一边呢也是同样的。好，我们用这个比较薄的这个纱网，比较透的哈，然后给这小裙小兔子呢做了一条裙子。如果没有这样材质的巾呢，也不要那个着急，可以用玉花来代替啊。好，我们简单做了一朵这样的花啊，给这个小兔子，我们给它缝上来。顺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的两个耳朵呢，给它从下面给它扎一下。花呢钉在这个位置上，绕一圈过来。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塞到裙子里边来。好，洗澡期了啊！也像一个裙子一样，在后面也很好。然后我们这小兔子呢就完成了，我们还可以。